嗱，咁琴日咁上下啦，喺呢个社交媒体上边咧，咁啊出现咗条片，咁条片咧就话咧，缅甸啊、缅北嘅炮弹咧就打咗云南嗰度。嗱，咁呢条片咁啊打咗云南，亦都要一定要中共证实咧，有冇呢件事啦？嗱，咁呢个中共外交部咧系证实咗有呢件事嘅。嗱，咁呢个汪文斌就讲啦，佢话中方高度关注近期缅北冲突嗰、那个，即系嗰个态、嗰、那个局势啦。啊，对呢个冲突咧，造成呢个中方人员啊伤亡啊，表示强烈不满，已向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嗱，咁啊，中方咧再次要求喺缅北咧呢、这个冲突咧，就话要立即停火止战啊。嗱，睇翻啦。呢、这个叫缅北嘅炮弹打入云南咧，其实就唔系第一次嘅。你睇翻喺呢个2015年咧，亦都系有呢啲缅北炮弹咧打落去呢个云南嗰度嘅。嗱，咁啦，而家造成呢个叫做中方人员伤亡。嗱，中共咧，其实老实讲咧，佢而家出个声明咧，就叫呢个双方面停，即系停火啦。其实咧，中共咧。之前嚟讲亦都高调㗎嘛，高调呢就话佢已经呢联络咗双方嗰、那个，即係等于呢个缅北嗰个叫做联盟军，同埋缅甸入面嗰个叫军政府。咁就话喺呢个昆明呢做一个和谈嘅，咁之前啦，即係上个月做呢样嘢啦。咁就话双方就话会停火㗎啦，会停咗火㗎啦。咁而家一个炮弹，啲炮弹打入去云南嗰度，咁话俾你听，真係冇停火囉。冇停火之余，即系你中共咧就话做呢个调停咪食咗白果咯。最主要啦，中共咧就向呢个双即系呢个缅甸方面啊严正交涉啦。咁啊，就中共驻缅甸大使馆咧系亦都咧叫啲喺缅甸入边嗰啲中国公民咧要快啲走、啊。嗱，睇翻啦，呢个中共咧不嬲都用嘴炮咧，即系咁样还拖嘅。如果比着佢呢个系契哥，即系契哥，即系俄罗斯啦。啲炮弹经常打入去云南入边。如果比着契哥，系咪佢契哥肯定出咗兵啊？唔出兵都发翻几炮过去啦。老实讲，我谂呢个契弟咧就见到佢契哥入侵乌克兰。咁入侵乌克兰而家僵局愣住咗，如果佢一旦好似佢契哥咁鲁莽呢，出兵去缅甸嗰度呢，你諗下而家呢个社交网络啊，嗰啲智能手机呢几咁发达㗎啦，一旦入咗去，喂呢、这个你諗下呢个叫中共啦、即係解放军入咗去呢，即係如果呢个缅北，你諗下缅北入面呢打咗咁多年咁多场仗呢，佢嗰、那个即係嗰个战斗力呢就肯定呢，即系嗰个战争经验就肯定好过呢啲咁嘅解放军嘅，啲解放军不断都演习，即系你演习同呢个真实战争唔同噶嘛。一旦呢中共解放军好似契哥咁入咗，你个缅甸会点呢？喂，会真系会造成伤亡，或者呢啲解放军俾人俘虏咗之后呢，咁呢啲片咧就拍咗上网呢，咁呢个中共系受唔起嘅，受唔住嘅，即系好似契哥咁话到咁劲啊，佢咪一样。佢契哥咪一样有伤亡，一样有呢个俄军俾乌克兰军俘虏咗。所以你见到啦，呢、这个中共呢用嘴炮唔敢喐，亦都可以显示到喺云南方面，即系而家中共都可以咁样哑忍啊！即系中共不嬲都吹嘘话会，即系话武力攻打台湾，咪又系吹，咪又嘴炮。见到而家呢个局势局面嚟讲呢，全球嚟讲呢，而家即系呢啲咁嘅邪恶族心兄弟国家呢，你见到呢个也门呢个胡塞武装啦，咁呢个红海啦，亚丁湾嗰度啦，咁呢个胡塞武装呢，喺上个礼拜日，咁美军呢就揼咗呢个胡塞武装嗰啲武装船啦，咁有三艘武装船呢被打沉咗。咁胡塞武装都证实啦，佢有10个成员咧就死亡，跟住有其他有啲人失咗踪。咁样美军揼咗之后呢，老实讲，美国为首嘅自由世界呢，除咗民主之外呢，
仲有一啲叫做左交啊，好鍾意讲人权啊咁样嘅。咁呢啲咁恐怖分子呢睇死，即係呢啲咁嘅叫自由国家，你要讲人权。恐怖分子都有人权嘅。嗱咁样而家美军揼咗呢个即係红海之前呢个武装武装嗰啲人有14啦。但係坊间呢啲咁左交都冇乜点样撑呢个武装武装啦，肯定。仲要呢普遍嚟讲呢都系支持美军咁做喎。嗱，即系等于美军啦，已经揼咗你一镬啦，已经做咗一个试探啦，俾世界咧人睇咗啦。咁而家美军咧，又攞啲证据出嚟咧，系准备揼呢个胡塞武装嘅。嗱，美军就讲到胡塞武装咧，喺星期四咧一艘啊无人艇咧就载住炸药嘅，咁啊红海引爆，咁啊引爆啦。但系咧就话商船同埋美军嗰度咧就冇造成伤亡。咁第二样嘢咧就话呢个胡塞武装目前咧喺红海同埋亚丁湾咧对商船啊嗰个叫发动嘅袭击咧至少有25次，即系话呢个胡塞武装咧对呢个亚丁湾同埋红海嗰啲商船嘅威胁咧就冇减弱过。跟住啦，美帝为首啊，同埋啲12个兄弟小兄弟国咧。咁之前发出咗一个叫最后通牒，话俾呢个胡塞武装听，如果你喺红海或者亚丁湾，即系呢啲咁嘅重要航线咧，继续袭击啲商船咧，我就揼硬你噶啦，即系用军事行动回应。嗱，咁而家呢个胡塞武装其实嘅力量咧就有限嘅啫，真系冇可能，即系冇可能同呢个美帝为首嘅12队舰队啊，即系美帝。全美帝都可以搞掂佢，即系美帝吹鸡12队舰队编队，即系12个小兄弟国咁样加入咧，就真系等于美国讲到明，我做嘢咧后边有小兄弟撑我嘅，就算小兄弟唔做咧，我做就得噶啦。但系而家所以啦，呢、这个胡塞武装咁样做，美帝已经有一啲叫做严正嘅指控啦，即系呢个指控就话美帝咧已经肯定会有行动噶啦。咁呢个胡塞武装后面嘅大佬呢就係呢个伊朗㗎嘛。嗱咁你伊朗呢而家呢都自身难保啦。咁呢个伊朗喺呢个星期三啦搞一场大龙凤啦。咁就话悼念佢所谓嗰个叫做英雄领袖苏莱曼尼啦。咁就话四周年。咁跟住呢就发生爆炸，咁爆炸呢就话喺即係啲人呢就着咗啲炸弹背心冲落啲人群嗰度就爆炸，咁造成呢几百人伤亡。咁呢个伊朗即刻啦火都嚟啦，佢话一定要报复嘅。嗱咁呢个呢叫做伊斯兰国呢就承认咗袭击伊朗。最紧要呢样嘢啦，而家嚟讲伊斯兰国袭击伊朗放出咩讯息啊？你諗下伊斯兰国呢就係俾呢个美帝为首嘅自由世界呢即係揼佢㗎嘛，揼到佢即係体无完肤咁样㗎嘛。咁而家伊斯兰国袭击伊朗，对伊朗发动袭击，即係表明而家伊朗啊，即係呢个胡塞武装啊嗰、那个大佬啊伊朗呢都自身难保啦。嗱，呢啲咁嘅伊斯兰国咧，就经常咧袭击呢个伊朗嘅，甚至伊朗入边咧，即系嗰个叫做不稳定嘅情绪咧，一随时爆发噶嘛。得闲咧有一段大部分人咧就示威咧反对呢个极权政府嘅，咁啊即系等于呢、这个，即系等于伊朗而家入边咧，而家呢个伊斯兰国咧咁样已经承认咗责任咧，喂！呢、这个伊斯兰国而家仲喺度嘅，啊，仲有力量可以咁袭击你嘅，即系等于伊朗入边亦都有伊斯兰国支持伊斯兰国嘅人啦。嗱，咁样做即系等于而家呢啲咁嘅邪恶族心世界嚟讲，即系牵涉到佢嗰个而家嗰个入边嗰个叫做成个国际局势嚟讲咧。一个哈马斯嚟讲，就令到美军即系除咗而家以色列消灭呢个哈马斯，美军都有藉口消灭呢个胡塞武装。
咁啊抌埋呢个胡塞武装，抌埋呢个哈马斯，跟住而家呢个即系话以色列北部啦，亦都有呢个叫做真主党嗰样嘢啦。咁以色列亦都系揼佢啦，即系以色列系基本上系南北开工咁样揼呢揼呢个南边啊，揼呢个哈马斯，北边啊揼呢个真主党。咁而家也门呢个胡塞武装咧，我估计佢啦，即系美军拎咗咁多出嚟咁讲咧，揼硬你噶啦。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